虽然很多动漫作品里面都会出现猫的身影，不过讲到比较出名的黑猫，大概就只有《魔女宅急便》的吉吉、《美少女》的露娜了。虽然有些东方人认为养黑猫不是很吉利，但是他们可爱的程度是一般人无法想象的。这一只叫牛奶的黑猫在 IG 上就拥有接近13名粉丝的追踪。牛奶除了拥有天生的保护色之外，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耳色瞳和胸前的白色围巾。今年3岁半的它是可爱的英短，因为两边瞳孔颜色不一样，令到它在网络上面大受欢迎。因为它面上的毛发都是黑色，就令到牛奶看起来只有一对乌溜溜的大眼睛，看起来真的可爱到无法形容啊。铲屎官亦都表示，牛奶行路嗰阵竟然会出现痛手痛脚的情况，完全就是一个天然爱的小公主啊。见到牛奶咁无辜的大眼睛，是不是都令人好想将它抱紧处理呢？看完这些照片之后，真的完全被牛奶的魅力所吸引了。只能够说，如果家里有一只这么可爱的猫咪，感觉每一天都觉得很开心。